瑶瑶，你这衣服怎么湿了？刚开完庆功会嘛，喷了一身香槟，你看着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对了，卢西，你平时爱不爱看脱口秀啊？喜欢啊。我这儿有个特别好的节目可以推荐给你。是吗？其实你懂的，我只关心主播帅不帅，英不英俊。他们的主播又英俊又幽默的，让我们有请徐主播。掌声有请。现在看到的是大型高端上档次的娱乐脱口秀节目《有你的世界在哪里》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？我不断的寻找有你的世界在哪里。哇，不错！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选手。首先是一号选手，爱萝莉更爱大叔，四妹杀手风不雅。晚上好。外表风光，内心彷徨，白面书生和智力同学，大家好。最后一位是我们重磅选手，班级吉祥物，中国之首戴涛同学，大家好。介绍完我们的选手以后，我们首先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他们，进行一下简短而又友好的访问。风不雅同学，大学四年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？没有找个男朋友。这个可以哦。何志敏，你的遗憾又是什么呢？没有看到风不雅找到男朋友。戴涛同学，你的遗憾又是什么呢？不能成为风不雅的男朋友。我在你眼里看到了野心的呼唤。好，介绍完我们的选手以后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。第一轮比赛我们是有四个问答题，选手答对了有加分奖励，选手回答错了我们要进行一轮惩罚。首先第一题，化学学院男生的平均身高是多少？ A 1米75， B 1米80， C 1米85。请讲答。好，手速很快的戴涛同学抢到了这道题，说出你的答案。A， 答案是 A， 比较保守啊。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，1米85。会吗？怎么不可能？我们的数据是经过科学严密的调查，化学学院的男生大多都是高大富阿美。化学学院的男生，你说是不是？大冒险，那好，请壮士放下这碗热血啊醋。可以换吗？鉴于你是第一次，那可以换吧。第一次呢，我们就换成真心话。真心话的题目是：如果你变成女生啊，当然你变成女生条件有点苛刻。变成女生以后，你愿意选择场上哪位男选手和他牵手呢？可以和你吗？不要这样，我想对你说啊，不认真，恐怖的卡比特。我们还是继续下一轮吧。下一题，好，以下哪位教授的词语最好 ？A. 王玉忠教授 ，B. 李梦龙教授 ，C. 尤金松教授。金龙达，好，机智的红木鸟，你给安全谁？请说出你的理由。这个学有机的每天都要跟瓶瓶罐罐打交道，学有机的一定厨艺好。这里面只有尤金松教授是学有机的，我是冯博雅，我为有机代言。不错不错，有你有句令人信服。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。
果然答对了，是游击队教授。好好好，给冯慕阳同学加一分。不错不错，进行下一题。化学学院女生的平均被追次数是多少 ？A 五次 ，B 六次 ，C 七次，请大家。好，你抢了就你回答了，还是 A。蔡涛同学，你还是图样图生化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。谁七次？不会啊，我才三。三次，你太保守了，太保守了。我们化学学院的女生哪个不是白啊富啊美是吧？化学院的女生们，大家都不相信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吧？好好好，那戴老师你又回答错误了，你选择什么惩罚了？大冒险。你再次选择了大冒险，这次不能换喽。不换。好好好。请你深情对着冯慕雅同学唱出《爱情买卖》。好，都在录像。出卖我的爱，逼着我。行行行行行，观众观众和学者都受不了了，我们下一个吧，下一个。这个题目是袁立华教授在课堂上提出来的，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不帅的讨论，我们现在拿出来跟选手讨论一下，什么是勇的爱。何志同学，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何志同学，虽然你跑掉了，但是把我深深感动了。把这分加给你，好，这位同学得到一分。四轮下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分数。何志立同学和冯慕雅同学各得一分。中国人寿戴涛同学两级不对，惨遭淘汰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来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欢送完戴涛同学，在他意犹未尽的话语之前，我们进行最后一轮。皇城之开，胜者为王。好，这轮的规则如下：我们有三轮场景，然后有两名选手进行表演。表演完以后，我们有场下观众投出最后的冠军。首先进行第一轮，第一组，考试挂科了，挂的是选修课，选修变必修了，你扯吧？谁扯？没什么。好基友有女朋友了，好基友也跟女朋友分手了，不是你吗？你已经受伤了，不再爱相信爱情了。哦，哎呦，好激情，是这吗？好好好，第三组，跟师妹拍照，哎呀，不错哦，跟室友拍照。由我来宣布最后的冠军。下面我宣布最后的冠军是冯慕雅的同学何志立。理由是这样的，通过我仔细的观察，我发现冯慕雅的表情做作，略显浮夸，显然他根本不会演戏，所以说我们觉得何志立同学的冠军实至名归，请大家鼓掌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请一场的戴涛同学上来。表情略显落寞，走路的姿势都变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有请何志立同学说出他的获奖感言。感谢母校四年的培养。谢谢。